羽绒服好久没有出镜了，对，很久了，应该有几个月没有出镜了。这羽绒服，好想念它，穿一下。这个 T 恤给我，我有 T 恤，但是我的 T 恤不上镜，你知道吗？我那 T 恤不，我那些 T 恤就是浅色短的 T 恤不上镜，现实穿可以。可是现在穿羽绒服更少了。傻吗？看起来很傻吗？啊？羽绒服看起来很傻吗？啊？傻吗？哼！群里人说我在洗洁精厂打工的，造谣，乱讲，谁说我在洗洁精厂打工啊？造谣，我明明是在一点点打工，谁说我在洗洁精厂打工呢？啊，谁造谣了？信不信我律师函送到你手中？啊，对，我在一点点，我在东门一点点了，没事去那里买两杯奶茶喝一下，能看到我在那里，哦，欢迎光临啊，一杯两块，两杯一块，嗯，做亏本生意，老板恨不得把我踢了。不是东北吗？主大帅气连我了，我刚开播，我先不接他，等一下有条件再接他。刚开播没条件，不敢接他。广西科目三会吗？不会，不会。干嘛？没条件，不要连我。老李，咱打一把呗。打不打？三次拒绝我，那下回能不能接一把？刚开播，现在打不过你。你瞅你就很不耐烦，你就把那个眉头锁紧。你连别人不对啊，连我怎么这么烦我呀？不知道。别生气好不好？咱打一把呗。不打。咋的了？就打一把那个。我怎么跟你打？打众筹啊？啊。什么？老欺负你？说明白了，我啥时候欺负你了？你打三把 PK 赢两把，咱俩打三把 PK 赢两把呀？等一下连你，等一下，对吧？我刚开播，我刚开播，你不要趁我病要我命了，你知道吗？马胯输给你点笑脸了，老李啊！我输给你点笑脸了，我不动刀输给你笑脸了，我指你本了。